Andy， 我最近是不是变胖了？那你昨天半夜不应该吃鸡排配真奶的吗？我爱喝真奶，我爱吃鸡排，当然希望可以看得出。好，可以，好，那你就把苗条当成你永远的梦想。可是我真的看起来这么胖吗？还以为看起来瘦瘦就没有问题吗 ？No， 瘦身的时候还只吃水煮吗 ？No， 今天我们要破除双子迷思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用黑豆头和绿茶鱼香菇汤一起做挑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重量级的老师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重量级的嘉玲。有没有感觉我的体型有一点？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几个关卡。在竞赛开始之前，会有一轮抢名牌的环节，名牌分别为黑松草花绿茶跟双子座。那两人呢将争夺属于自己的名牌。在后面的竞赛过程中，如果说到非名牌的名称，在比赛结束后需增加秒数，喊错一次增加为10秒，最终统计为比赛成绩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又到了我们的黄金5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。关注哦。OK， 起跳。好了，不要再拖了，我们的竞赛现在要开始了。要浪三步才算男生呢。我练的浪，各位。预备，起跳。开始。怎么那么慢呢？怎么那么慢呢？当然我要拿名字最长了，因为他等一下很难念，所以等一下呢要叫我这个黑松茶花绿茶，不能叫我 Andy。 那你也不能叫我嘉妮。不会叫错的。幸亏黑松茶花绿茶，你好。幸亏张子座，嘿，张子座。好，进行下一关的比拼了。OK， 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卡。我们简单来说，在这个关卡呢，我们会有三关。那第一关呢，就是要抛水瓶让它立起来。第二关的话，你必须要滑板，手上要拿着倒满黑松茶花的量杯。第三关呢，我们要脱鞋，然后踩天堂路，同时呢要边念我们的口号。来，各就各位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这个是有难度的，同时它讲求学问。对我来说，这个跟喝水一样简单，因为它必须得喝一点点掉。Andy， 给我一点鼓励。好，我给你鼓励了。你刚叫错名字，为什么？好，我听到了，我在这边等纳凉。我跟你讲，在你纳凉的那一瞬间，它就会立起来了。哪一种立起来的？还有哪一种立？是不是我用了5分12秒，再加10秒，因为我可能喊错一次名字。嘉玲，我就问你最后一句啊，你以为外表瘦瘦的其实就不会瘦吗？你比我瘦啊。那我回去量一下我的。OK， 我们的选手黑松茶花绿茶。不量不掉，再高。好来，3、2、1 ，Go！ 哇好。好了，来，竟然是成功。没有成功，加2分钟。不要啊。进步了，打够天！慢慢慢慢，你先不要吵我。你等下，你刚刚听声音。德国招生考超认真。刚才听声音说的那个。小姐姐，您的那个心情是如何？大家要赢，知道吗？这样一个体脂肪。过关了，哎，给我按。Andy 总共是6分08秒。哇，你刚刚乱我不算。我们要进入惩罚环节喽，到上去才能。满在发抖。
看我的手，超痛的。Oh no！ 我终于体验到这个手被健康步道折磨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